看看新闻网。感情基础好，婚前婚后一个样。还有张雨绮，嫁作人妻的她依然是性感女神一枚，秀腿线、秀胸线，造型随心所欲。不过最近在巴黎为某高级珠宝新店开幕做嘉宾的张雨绮，在一众国际影星中反而走起了清新风。作为华人女星的唯一受邀嘉宾，张雨绮此行受到了该品牌全球总裁的全程陪护，礼遇颇高。而张雨绮也是趁此机会大秀流利英语，可谓宾主尽欢。